thank you very much 啊，很高兴，很高兴，这么多的粉丝啊，又在这里了哈。OK， 你们看了没有？应该还没有。啊，看了。OK， 看的人举手，看过的人举手。哦，哇，哦，对对对。谢谢梁导来到这里。哎，是是是，梁导刚刚问了他们这个问题，说看了没有？是。你真的是吓到我哎！闹板啊，没有啦，没有，因为我们今天刚做了下午做了首映会嘛，有一些人已经被邀请过去看了呀。我跟你说，这里很多的朋友呢，刚他们有跟我说，他们都看了第一和第二系列哦，所以他们就大家都举手跟我说他们都看了。不过呢，有谁想看第三系列的举手？哇，看大家都很想看，但是已经有一些刚才看了第三集了吗？对不对？有吗？要看啊，有看预告片啦。有先是可能今天下午在 Vivo 那里看了过来，对不对？好不好看？好看。有没有比第一集跟第二集好？真的、啊？哇，那时候早知道不要拍第一集、第二集。梁导，你今天来到这里哦，就是大导演来了，所以真的有蛮多问题想问你，因为大家都很想知道说， okay, 好，这是全新的一部电影，不过呢，就是触动了我们的原班人嘛。我也看了，我有很多话要说。OK， good。基本上呢，我觉得大家都有进步。不过我想问一下导演，你看到所有的这些，你知道小男生啊 ，boy， 现在真的是变 man 了哈、哦、，man 了，很 man 了。进步在哪里？大家看得到彼此的进步 ？OK， 首先呢，我觉得他们的第一个最大的进步就是全部人的演技啊，都上了一个 level。真的？对对对，因为我上次有说过嘛。之前第一个我 audition 啊，第一个就被踢出去的就是Toss 嘛。为什么？为什么？Toss failed the audition， 你不懂。哦，他 failed。啊，不是那八万的 audition， 我 audition 是 failed 的。他 failed， 然后就把他叫回来。是因为没有他们，不是我 failed 他，是我的 casting 啊。他说，哎，这个我说这个样子很好，他说这个样子很好，可是不会演戏，没用、啊。我说老板，你 feel 他 feel 的不够，你 feel 他出来啊，还是很多小女生喜欢他。没有，我 feel 他的时候，不是我 feel 他来这里，是那些 casting 啊，因为第一轮做这个试镜的时候啊，他就来了，然后呢，那个 casting 就说，哎，这个不会演戏的，很差的，他讲他很木的。啊Sorry, now stay is okay. 当然我就说，后来我看了一下，我说，可是他样子我不懂为什么，我看得很爽嘞。导演有眼光，导演。OK， 就是要讲这句话。你知道哦，这是有眼界，对不对？对不对？是啦，我跟你说。哇，因为那时候我上 YouTube 的时候在找那个 blogger 嘛，因为那时候我们找 blogger 啊，这样找就看到不小心看到他。不小心的导演。我就很喜欢他的那个讲话的 style。讲话的 style， 你这个啊，都不管，够高对不对？后来我们就分配，然后就他就演到这个沙僧了。因为为什么要演沙僧，你知道吗？因为他不用表情啊，木木就很像了他。是吗？说他说什么话要说？针对刚刚梁导说的这一些。梁导讲的好听啊，其实我的脸是很刀啊。很刀啊！如果你不认识我，你会觉得我很刀、很 arrogant， 但是我其实是很 friendly 的。是、yeah. 是。对对对对，跟他相处了，就是昨天还有今天之后，确实是觉得说他是非常可和蔼可亲的啦。所以啊，以 Toss 的角度来，以我的角度来看 Toss 的话呢，哈，第一次呢，他演得不错，为什么？我们刚好那个角色给他刚好，刚刚好。那这一次呢，我在看他来演这个沙僧的时候，我觉得他有很多里面的戏就出来了，那个内心戏，对不对？内心戏出来了，而且啊 ，very confident 啊，他的 confident 第一集的时候呢是有点演的，这个他没有演的，这个他的走路神态 ，you know，and 收放自如啊。你再慢慢看一下，有几场戏呢？他从船那边走出来的时候，他看着他们的时候，还有第一场他走出来的噔噔噔哒啊。没有导演啊，因为我昨天我跟 Tosh 在聊的时候，我就说就有一场戏是他们要脱衣服来跑步的。其实就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哇，真的是每一次看到男生跑步就要脱衣服吗？而且他们就练了，你知道六腹肌，有没有那个必要就是要脱？可是我就觉得很有必要，因为脱了之后更好看。来说一下，你们觉得脱对不对？就是因为大家要看嘛。但是坦白讲，我跟你讲，我当时我们拍脱的时候不是为了要吸引女生看，因为什么呢？因为 NDU 本身他们的训练啊 ，I would say most of the time。你去到他的 camp 的话 ，most of the time 你看他们跑过的时候，都是没有穿衣服的。都是因为脱了跑得比较快吗？不是，是因为呢，他们的训练，因为他们是蛙人啊，那么他们的 camp 后面就是海边啊，是。说 anytime 他们好像就常常有下水，所以我穿那个衣服湿湿，然后干这样感觉更不好，所以只要就是不要穿这个上衣，穿这条短裤，有时候就穿着就这样下去，所以他们跑步啊什么的，你都看到都是属于。
很 macho 的身材。是是，那导演，刚刚你除了就是有点到 Tosh 之外呢，还有谁是你觉得这一次演技上了一个 level 的？OK， 特别可以讲一下。我觉得好几个人呐、啊，哈、哦，就好像伟良本身他在拿捏那个感情戏，啊，他拿捏感情戏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就拿捏得很好，因为呢有一场戏呢是非常感动，是他的那个演法，使到呢整部戏的那个气氛啊，你看了之后。你会被吸引住了哈。我这个时候我真的是要有话要说。昨天我跟伟良，我看伟良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一看到你，我只想说的就是那一场戏，他令我在电影院崩溃，就是已经过了，明明过了，我还在掉眼泪，是哭出来的。原来我有那个能力让女人崩溃。是真的真的。我跟你说，那一场戏演得非常好。其实除了他之外，那一场戏还多加了一个查理。查理是，他就在里头也是有内心戏耶。是，就是那个镜头有 pan 到他的脸，这样 close up 嘛。对，因为查理其实在第一集里面的第二集里面他戏是比较少的，对。但是这一次里面呢、啊，我们又要找一个伟良的猪朋狗友啊。所以加重了他的戏份。对啊，所以你看到他的话，他把那个猪朋狗友演得蛮传神的。不懂，你私底下就是他的猪朋狗友是不是？其实私底下我跟他不是朋友来的，不是朋友来的，跟他不熟了。伟良，你有什么话要说吗？伟良，你知道他在飙泪耶，查理。哎、欸，牛麦呀、啊！哎、欸，我忘记牛麦，所以你看那只麦是我爸给你的啊！你既然跟我讲说我跟你不是朋友，没有啦，我私底下我们真的是好的朋友。现在救不回来了，救不回来了。哎、欸、，OK， 不是朋友是兄弟。等一下，伟良，我要问一下查理的事，因为刚刚我有提到说这一次有加重戏份，然后你镜头真的是有做 close out，、然后我有看到你。哦，这个是因为我包红包给老板。哦，真的哦，所以老板就给你多两秒的镜头。对对对对。昨天我问到伟良，他就是有酝酿那个感情戏了，陈丽珍也有帮助到他。那你呢？你是看到了伟良而掉泪，还是看到了丽珍大姐掉泪？我坦白讲，我觉得他们两个真的是演得太好了，是，所以尤其是丽珍姐演得太逼真了，太逼真了，逼雷针啊。逼真吗？啊 ，so real， 所以 I don't really have to act anything， you know? I just need to react。Yeah. 说的真好，导演，你看叫出来的不一样。他其实是客气，那句话的托。Hello， 哎，老板，不要冲动，换一下，换一下，换一下。OK， 啊，这师傅都来。Okay. 我说，其实他是客气的，因为你看他简单的一句话，那个托啊，你要 deliver 到 correct 托，然后让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因为其实他讲那个呼呀的那句话的时候，其实呢有很多含义啊。我今天不讲破了，你们去戏院看，你们就知道了。OK， 好，就给他们一个小惊喜，这样就对了啦。是是是。当然呢，导演还有所有的我们的阿 boys 都在这里，也要问一问他们了，因为这一次就安排了训练，相当一段时间的训练哈。是。我知道我们的电影呢，其实有把这个重心放在 Hell Week。对。导演可以先简约的说一下 Hell Week 到底是什么 ？OK， Hell Week 基本上呢，如果是直接翻译就是呢，就是 Hell Week 了，地狱的那个星期啦，就魔鬼周了啊。那么台湾叫做克难周。Anyway， 重点呢就是这个礼拜的这个训练哦，是 diver 最重要的一个训练，就是说你之前呢训练了一大堆的东西，就是在这个克难周里面哦，你要怎么样的坚持不放弃。然后呢，完成五天五夜没有睡觉 ，OK？ 你试试看，一天没有睡觉，你怎么样的？五天五夜没有睡觉，然后呢，不每天呢哈、啊，就是这样子一直做 exercise， 体能超支的那种 exercise、啊。然后呢，下水也有呢哈、啊，跑扛东西啊。然后每个人在吃饭的时候都很想睡觉，又不能睡觉啊。其实导演，你是真的是去有观察到他们是。真的是这样子哈、哦！我跟你讲，我们写这个剧本之前，我们去了大概三次，然后就是看到他们睡觉的时候的样子，还有坐着睡的样子，是不是？对，我们都全部都看到了，所以啊，那么其实呢，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呢啊，在我跟全部的演员说我们要拍《Frogman》的时候，多数人都很开心，但是有一个人他不开心，为什么？谁？你知道是谁吗？我猜啊，你猜啊 ，Maxi 啊。来，是，真的是 Maxi， 因为这我演那个原唱，哎，来，换我这个不是，我演那个四十级，越演越飞，对，然后后来我就知道什么演这么蛙人要游泳，我不会游泳，完全不会，我还怕水，
那根本是一个很你真的是不又不可以又油又肥耶。对，你只不止这个而已啊！我跟你讲啊 ，Maxi 那个时候，我跟他讲说要做 frontman， 他说他那种表情是真的这样。我说什么问题？他说我不会游泳。他说 OK 不会游泳。那后来我又怕水，因为我差一点死过一次。对，他去不知道哪里玩的时候，有恐惧是不是？对，他恐惧。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他又肥，对吧？对。然后这三点哦，就是，看不出来耶，完全。你现在当然看不出来了。对对对对对对。哎，他之前就像我这样啊，你看。大家不要说，不要要说了哈。大家是觉得说，因为我刚刚看的电影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幕都是真的是在船上啊之类的，然后都要下水，你是怎么克服的？来说一下。就在 MDU 练咯，他们就慢慢的教我怎么在水里呼吸，怎么在水外呼吸，就 make sure 我每一个 step 做照对，他们才让我过渡那个 step。说。From then, I got all the very good habits of how to do all the water things. So, can you swim now? Yeah, I can swim. 没事，下去。你的兄弟有帮的吗？有吗？有吗？兄弟，有。要讲两句好话吗？没有，因为现在给你们轮到你们讲话了，因为我想很多的一些 fans 都很想知道一些比较私人的东西，比较 personal 的一些感受了，所以希望每一位呢，现在就可以好好的跟我们来分享。对，我们就让查理。OK， Charlie， 他怎样帮 Maxi？ 没有，我先让你说一下你怎么帮 Maxi， 哇，克服他游泳的这个障碍。而且我有每天打给他，跟他讲 ，Bro， you okay not？ You can swim not？ After training every time I talk to him， no， Bro， you okay？ Today's training 需要吗？Never mind, you can do it lah. You can do better one. Tomorrow we do it together. 你比那个 hotline 还好嘞。Yeah, 真的。So it worked, didn't yeah, it? Yeah, right. Don't know. 他好像在训练有进过医院，对不对？这个有吗？是没有进过医院，来跟大家讲讲。查理讲的这个啊，其实不是那个我帮助他的重点。不是啊。不是啊，给维良讲，维良你讲。没有，等一下，先给麦西讲，给麦西讲。给麦基讲，没有了，他哪里打给我？根本都没有，乱讲，讲到什么考试？没有，我只听到导演说你进了医院，这是重点。为什么？那个就是因为我们的 workout 真的是太凶了，然后我 dehydrate， 然后我 dehydrate 到我的 organs 所受伤。可是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进医院？我就是要问那个，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进？因为其实我水里很多水分，那一没有这些水分，你的水里很多水分，哪里？我的身体。身体有这个水分啊，一没有这个水分就身体坏了。OK， 所以 after that 就好了啦，就好了。还在拍了电影之后学到怎么游泳。我告诉你，当时好的，对，当时我们是怎样？我怎么选这些演员的？因为说真的，我跟 NDU 的人说我们要拍这个戏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因为我知道你的演员当中呢哈。身材啊，各方面啊，都奇形怪状的都有了。奇怪。但是我要怎么知道他们的体能可以适合这个训练呢？你知道，因为 NDU 的 training 太过凶了，如果他的体能没有达到标准的话哦，他们也不敢训练。因为等一下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真的有些人可能跑就断气了，是这个很难讲。所以你说他们会暗地里观察了。所以就观察了吗？没有，我没有跟他们讲。其实他有跟我讲说，我会想办法怎么观察。第一天来就带他们没有讲的就跑12公里啊，那全部人就是在那边，全部人跑。所以那个教官就说 ：“OK， 我跟你讲啊，谁不可以啊？就是他是都得力不可以的。” Maxi， 你是走的吗？那12公里？没有，我跑到吧，应该8到9公里，后面那些才走，就走到走了，对，走后面才走，后面最后的 1 km 是人家抬出去的哈。8到9公里之后他 ，No。I can't do it. 啊，他讲很痛哎，全力一完了啊，好了，可以吃饭了，直接开始讲。哎，爆料。我们怎么样帮他？就是没事，如果你不要圈的话，你不要努力一下，你没有的演哦，不要演。对，他们一直跟我说，如果我没有去减肥，没有去运动啊，就新的 Wayne King 来代替我，这个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个好的 Wayne King 可能是 Henry。没有，等一下要说一下 Maxi， 到底你瘦了几公斤？你错了，我跟你讲，其实我已经找到谁了，你知道吗？我已经找到一个人 stand by 了的。谁？真的，你要我讲吗？其实那个傻爆啊，就准备要 take over 你。没有那个傻，没有，因为现场很多的朋友不知道傻爆是谁。对，这个人物呢，非常的可爱，他也是一个爆点，所以希望所有的朋友呢，可以去观赏这部电影，来查一查到底谁是傻爆。先来问一下我们好不好 ？OK， 来 ，OK，Hell Week 当中，你自己觉得你的记忆最深刻，在拍这个 Hell Week 的时候是什么？ Okay. 什么 moment？其实哇 ，Hell Week 真的有太多的 moment 了。我以为你要骂，我以为你要飙什么。OK， 来。因为其实我们做的全部 Hell Week 的那些扛船也好，翻轮胎也好，其实都是亲自上阵。然后其实我们在做 Hell Week 之前，我们也去了 NDU， 我们去看，
他们怎么去怎么经历这个 hell week 的。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些 Naval Divers 他们已经经过那么难的训练之后，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一直跟自己讲，我们不可以闹鬼，是不可以闹鬼，他们做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做怎么样。所以导演一喊 action， 我们就这样跑来跑去，人家一个 take 有很多 take 吗？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其实是我的这种很阴招来的，不是，其实不是我，是他们说，哎，因为我一定要把真的放进去吗？是，因为真的才能够想，因为我们这次不能够找外面随便的 caravan 了。等一下，梁导，你说到这里，真的这一个重点我也要 highlight，因为我们大家在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那里说，哇，旁边那些一定是真的，一定是真的，因为他们就很哦这样。对，因为我们有尝试过去找一般的 caravan， 是没有办法的，不行的，他们来的比他们更奇形怪状。我怎么办？不能用啊！是，那么头发也不能剪，什么的，这很麻烦。所以呢，我们呢就获得了他们的这个资源呐、啊，所以就真的 NDU 的那些 diver 就进来了。然后呢，他们看到真的来了之后呢，他们也不想丢脸嘛。yeah, 我跟你讲，这就是一个很好玩的心态，对不对？要跑输的话，你人家就是笑你，你也不可以啊。导演，你的片段里面 ，NG 片段里面有没有看到拍到他们那个不可以闹鬼的脸？其实太多了，我们是没有时间放进去了啊。可能 DVD 的时候可以考虑放一点啊。当然呢，我们的电影里头呢，也是有这位原来自香港的 Wesley 黑龙，好不好？导演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他是唯一在片中呢新面孔，也是。远来自香港的朋友，是是是，因为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是，先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凯杰 Wesley。Hello， 大家好。对对，给他鼓励鼓励一下。鼓励鼓励好不好？我们来自香港的朋友。OK， 你们看他这样哦，他其实我跟你讲，他第一次演电影，这就跟当年我们拍《阿 boys》里面的时候，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是新的，第一次一样的。他呢，在香港，他从来也没有当过兵，也不懂什么叫做当兵，所以呢，他接到了这个演员这个黑龙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公司就把他送到新加坡来，然后呢，他就是不懂什么叫当兵，相当的一段时间蛮不容易的哦。可是呢，还好他的体能啊，各方面呢、啊、都非常的强壮，因为这个在选演员的时候，这也是第一个条件，我跟他们讲的哦，因为。我不要讲谁了，他的妈妈其实很多人认识的，但是呢，很重要的是哦，他自己很独立啊，他完全呢不理跟他妈妈爸爸没有关系的，他自己来到这边呢、啊，跟大家一起训练啊，同样的苦一起吃啊，他们吃什么他就跟着吃什么，他们跑什么做什么穿什么全部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黑龙这个人物呢非常有趣，因为他戏里面还要演一个坏蛋，很坏的坏蛋啊。我想问。导演为什么会这一次特地找到这位演员？第一呢，因为你懂，我们现在新加坡也是一个移民的，很多新的移民嘛，那么很多新移民他们的孩子就第二代啊，都已经开始在当兵了，所以现在你比如说你到马来不是、啊、你就到这个部队里面去，你会碰到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你会碰到美国的朋友、英国的朋友，你会碰到香港的朋友、台湾的朋友、韩国的朋友，所以啊，有很多不同的兵，籍贯的那些人，不同国家的人呢，已经在我们的部队里面，就更真实化、生活化，对不对？对。来，请 Wesley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在电影里头呢，我就看到你很流利、很溜的说了三种不同语言，包括你自己的母语，然后广东话、英文和中文。跟这些阿 boys 混久了之后，有没有学到什么？我们新加坡 ，you know English？ 来来来，他们教了你什么？哎呀，只说好的，只说好的。我们教的那些可能都不可以讲。没有，我想楼邦教的那些可能就要闪色掉啊、你就说大概他们教过你什么 low 啦、拉啦之类的，你觉得怎样呢？就学到了什么？干吗？表表啊！他的表表现在很准的。现在很准的。他开始来的时候，表表表表，表表没有一个准，现在很准的，现在很准。很准哎，所以就跟他们学习了这么多，教了很多，教了你很多。好，这是第一次拍电影，现在有什么感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才导演说的，就是我在军队里学到很多精神，就是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你背景是什么，来到军队就是一样的，大家都一样，做的就要一样，然后。这个 core value 是 NDU 里面的，是真的可以在用到人生里面的。对对，
真的是 well trained， 真的说的真好啊。好啦，到了 Maxi 啦，我知道昨天有问到你说为艺术牺牲这件事情。是，所以我今天导演上一次的为艺术牺牲是他。但是它只是半个月亮啊，这个是整个月亮，对对对，这是八月十五。因为导演在这里，所以我一定要问一下导演呢，是特地写给他的吗？给他有这个机会，你知道吗？秀一秀他的身材。OK， 我们这样子做的原因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做资料收集的时候啊，写剧本的时候，我们就跟很多人谈过，这个事件呢是真正的发生在部队里面的一个故事，所以呢，我们觉得这段故事呢是很能够放在。这个他就是 Wayang King 嘛，放在 Wayang King 的身上，所以呢，他就很高兴的接受了这个挑战。他完全是没有反对的，他就 OK 脱。有，他没有反对，他首先就是打电话，哎，哪地方没有？哦，原来是这样，哦，就 OK 啦。原来女朋友先骂他一遍，骂了之后 OK。你说他女朋友有撞墙壁了，没有？屌屌，真的是屌屌了。不过我觉得呢，这艺术牺牲的是很值得的。大家呢去看电影的时候就会知道了。当然呢要讲一下 Tosh 啦，因为写了这两首歌曲，讲一下你的灵感来自哪里？我的灵感来自那些 diver， 因为我们这次做这部电影哦。我真的要把那首歌写出他们的那些苦啊，他们的心声。然后对，但是这次写这个歌比较容易，因为是英文的。我之前写那个 Lightman 的歌，哇，写到很头痛。然后有些字我想写，我也不会写。然后我就要问梁导怎么。说导演有帮到你吗？对对，但是我真的要谢谢梁导，因为他给我那么多机会帮他写歌，我真的帮到我。让我对音乐有更大的那个兴趣。很老实讲，你的这两首歌很 catchy， 朗朗上口。因为我的工作人员刚私下就跟我讲，他已经会唱了。恭喜你哈！恭喜你。这两首歌呢，是我没有 reject 的，因为有时候他写歌来的时候，我说这个不干，这个不干。梁导很 direct 的，如果我来哦，那个歌他觉得不好，他会直接跟我讲。他就跟你讲，他不会来。这个 OK 吧？你这边改，他就讲这个没有。是啊，因为导演有要求嘛。当然要恭喜你哈，非常成功的写了两首歌。我们来问一下 Josh， 因为导演我要真的是 highlight 一下他的中文进步神速。是。真的。他就动不动就讲中文了，现在。没有，因为上两集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看到他在很多媒体见面会之类的啦，我觉得他中文 OK， 可是现在呢真的很厉害。我觉得比较害羞吧。害羞？你还害羞呢？害羞？什么 ？OK， sorry， thank you for tuning to Channel 8. Now we go to Channel 5. OK， now we speak English. OK， speak English. Well, hey. Yeah, yeah. Everyone's really happy. 我觉得啦，这是我看到他最大的进步哎，真的。I think you also speak English. You know what? Yes. Maybe other role 就其他的电影哦，可能有不同的要求。But for our boys 呢 ，I will prefer him. He 他们两位都是讲英语的。因为他讲华语的话 ，there are a group of a Malay friend, Indian friend, you know, who don't speak English, who don't speak Chinese, you know.他们想了解多一点。Yeah, I think English is good because it's a universal language in Singapore, so everyone understands English, right? 总是很谦虚。你刚才讲英语的话，他就啪啪就来。对对对，不过他的中文真的进步了，也要非常恭喜你啦。其实我是觉得不错，因为for Joshua，他其实呢，他该露的也差不多露完了的啊。他上一次是露一半，这次呢是露半身，还有一点点，我们下次安排啊。老板，我的还 fresh 没有露到。没有他，你看安排一下，给我全部露出去了。伟良在等而已，他在等机会。他想很久了，昨天他都很想脱衣服在台上。我本来想要要求一个荧幕初吻，他最后给我个湿吻，在 ABDM 区里面看得到，你们去看一下。会看得到的，当然谢谢啊，谢谢你。来 ，Jasper，OK， 我跟你说，我要亲身听你昨天问了你洗脸的问题，今天当然是要问你，觉得说刚刚你有分享了 Hell Week 吗？对你来说 ，Hell Week 最难挨的是什么？哇 ，Hell Week 最难挨的就是有一场戏，NTU 有 Hell Week 里面有一个part 叫做 cold treatment， OK，你讲一点点就好啊， OK， 不可以讲太多的。你们大概知道 cold treatment 是什么啦？有 cold 啦，哈， OK， 总而言之呢，我们会很冷就对了啊。所以你觉得说在进行那个拍摄的时候有 NG 吗？这一场？我们拍了一整晚。那你这个一点点我可以跟大家讲哦。什么 cold treatment 呢 ？cold treatment 就是说他们有个训练啊，他要你站在水里面。And then they will put their ice into the water. So you 那个其实就是 ice water. And you have to go inside the ice water. Okay. 你在里面要待呢几分钟？好像是5分钟有吗？I don't know. 可能10分钟。跟你讲，你1分钟都顶不住了。但是呢，他们训练
他们呢在拍戏的时候啊，他们的时间呢会比一般人还要来得长一点。OK， 因为他不能够一下子就上来，一下子下去，太累了。所以如果说你们想知道呢，这个 poetry 们是怎样的话呢，记得去观赏这部电影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马上呢要赶快来玩一个很简单的游戏，就是要斗长气。因为你们是蛙人，憋气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三位非常勇敢的朋友上台来，好不好？赶快。OK， 好，来这位美眉，来请你上台。还有这位先生也请你上台来。来，可以出来吗？这里有没有？这里好，你要上台来吗？要玩游戏吗？来来来来，上台来，上台来，上台来，我们从这里进来好不好？可以进来吗？对对对，来进来，上台来吧，上台来吧。我们刚刚叫的那两位呢，从后面走过来了吗？OK， 好 ，OK，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请的是 Maxi、Joshua 还有 Jasper， 对不对？三位是，叫到一位，好，来来来来来，是，赶快赶快赶快上来，好来，两位已经到场了，来叫什么名？莹莹，莹莹，还有你呢？金发，金发，来 ，Joshua 你选一位。啊，我选啊！啊 ，Maxi 选一位，然后选女生吧，女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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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看多会做人呢、啊。OK，Maxi 来。哎、欸，我没有啊。有有有有，不可能，我也在上台来了，来。啊，这个你选的是男人。这位小弟，赶快哦，来戴帽子，已经是盛装出席了。OK， 不是 Jasper 的人了。OK， 是帅哥。OK， 走过去。